有个这样可爱的媳妇是真的挺好的，不仅会卖萌，还会装可爱，怎么玩都不会发脾气。如果换着某些女人，男的回家都要跪键盘了。有的人说人生有三大享受，那就是娶日本的老婆，住美国的房子，请中国的厨师，这些都是一些人们调侃的话。日本的女人普遍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很贤惠的类型。在中国就有一位90后的小伙娶了一位日本的老婆，两个人在生活中充满乐趣，